Hello， 小朋友们，今天我们一起来拆开汪汪队海上救援的新玩具。这是阿奇，让阿奇变身海上救援模式。哇哦，你们看，这是阿奇的海上救援艇，出发去巡逻吧。这是毛毛，让毛毛变身海上救援模式。变身完毕，这艘是毛毛的海上救援艇，好炫酷啊！出发吧。这是灰灰，让灰灰变身海上救援模式。当当，这艘是灰灰的海上救援艇，出发去海上巡逻吧。这是小丽，让小丽也变身海上救援模式。哇哦，这艘就是小丽的海上救援艇，出发。这是鹿马，我们来看看鹿马的新潜艇吧。哇哦，鹿马的新潜艇看起来好棒啊，快出发去巡逻吧。这是天天，我们来看看天天的新装备吧。哇哦，这是天天的海空两用新装备，太厉害了，出发吧。这艘是汪汪队的新潜艇，潜艇的车身是黄色的，出发去救援吧。哦，小丽的工程车掉到了海上，糟糕，工程车沉到海底去了。潜艇过来了，快去海底找回小丽的工程车吧。到达海底，工程车在这里，把它拿起来，放到潜艇里吧。成功找回工程车，返回地面。打开潜艇盖，把工程车拿出来，让小丽来驾驶工程车。救援任务完成，继续去巡逻喽。